热梦。醒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匆匆庸庸入梦？人海沉梦，梦里纷纷逝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如梦？夜深。当我开始我的相遇之后，在时间不停的催熟，走过的悲欢，走过的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的悲欢，走过的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Mr. OK TV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荣，我是美欣。今天欣言欣语要采访的，当然就是我们启贤大哥。两位好，大家好，我是吴启贤。美好的人事物在记忆中可能是封存了多时，可是只要心目中有它，依然是永恒的。1983年，刘真退出了歌坛，每个人都很怀念他，有些人很觉得很惋惜，有些人很想念他。启贤大哥，您心目中的感言是什么？我跟大家一样，就是大家都很怀念刘文正，因为他是在70年代跟80年代的一个流行文化的一个标签啊。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刘文正的话，那个年代是一个寂寞的年代。所以因为刘文正，有了刘文正，整个乐坛整个娱乐圈是非常丰富的。那启贤大哥，你最喜欢就是刘文正的哪一首歌曲呢？你这样我这么问的话，没有人可以回答你，因为刘文正的歌太多了，他流行过，真正流行过的歌，不下于100首。那每一首歌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听他的歌，就是我们成长的那个过程啊，那10年来说，每一年我们他的歌我们都要学10几20首，所以会唱他的歌的数量非常的大，而且刘文正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歌迷对他的歌都会了若指掌，几乎一开口唱，每首歌都会唱。观众朋友们可能很想知道，这一次的演唱会，你会全力他什么歌曲？这次我们从200多首里面，最后挑了30几首，有他最早期的，像诺言那个时代，然后刘家昌写给他的那个时代，那么一直到他唱的校园民歌，一直到后来他这个全盛时代的像太阳一样，热血你和我的那些歌曲。那这次歌曲的数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有些部分会用主曲的方式来去表现出来，因为如果这个一首首来唱的话，时间不够用，这个演唱会装不下，要开个10几小时。对，没错。1985年，在台湾传出很多谣言，有人说刘文正嗓子没有了，也有人说他被车祸撞死了但他就从美国飞来台湾，做了一个歌迷会，交代了这一切。在歌迷会里面，他声称说他要力捧新人，栽培出一些新的歌手。一年后，他就成立了飞鹰唱片公司。那飞鹰在开创的时候，一开始的4个歌手就是伊能静、邱海正、方文琳，那么男歌手就是我。那么那是后来才有了霍正奇，有了杨大伟，那么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歌手。就是最先的就是前面你刚刚所提到的那4位，你就是第一位的男歌手。对，哇，你那个心情是如何那时候？很开心啊，因为我是当时因为我在新加坡开始做音乐，
那么新加坡说起来那时候的环境，市场，就是这么的小，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极限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刘文正把我带到台湾去，对我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改变，而且让我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环境让我去磨练，所以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您这段时期你还有跟他们一起来往吗？有方文琳啊，对，你刚才讲的几位，伊能静啊，你指的是哪一段时期？就是现在啊，现在，现在因为大家都各有各的方向，那么我们偶尔会在微信啊、电话里面会联系一下，然后像我的演唱会，邱海正、方文琳都好几次来当我的特别来宾，那么我们在台湾，有机会我们也会再去碰面。有没有想过会这四个人重新一起发一张唱片啊，或者是来一些特别的演唱会等等？发唱片不可能了，因为基本上现在没人买唱片。演唱会的话，我们也不会想那么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状态也不一样。那么顶多是因为四个人来说，我现在在歌坛是比较活跃的，所以我的演唱会他们来当来宾，就大家就觉得很好玩。所以这一次会请来哪一位的来宾呢？这是方文琳会来。哦，方文琳会来。对，所以可以看到吴启贤大哥，也可以看到方文琳。听说还有另外一位是？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叫徐伟。徐伟。那徐伟也是80年代的巨星，那个时候新加坡，我跟你讲他，他有点像刘文正的现象，因为刘文正是万人迷啊，那么徐伟那时候出来就是一个小帅哥，那时候大家还说他是刘文正的接班人，所以那时候徐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非常多的歌迷，那么徐伟也退出歌坛好长的一段时间，一直也没有来新加坡，所以这一次我就特别邀请他来当这次演唱会的特别来宾。那启贤大哥，你就是来举办这个刘文正的演唱会，那你一定是很想念他哦。当然了，所有人都想念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成长的回忆的一部分。那么，我觉得流行音乐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这个过程是你一辈子都记得的，因为你成长里面你听的就是这些歌曲。那所以我这次的演唱会的回响非常的好，因为过去这20几年，从刘文正推出歌坛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没有机会，没有一个机会说有这么多人一起听他的歌，唱他的歌。那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有好多40几岁、50几岁的朋友就赶快来买票，因为大家也很珍惜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去重温刘文正的歌曲。是，你是有什么样的念头会想到举办一个这样的刘文正的演唱会来唱师父的歌曲？也就是一时兴起，就是突然间一时兴起。因为我去年的演唱会，我去年在新加坡、在台湾的演唱会，我都唱了一个刘文正的主曲。那当我在唱这个主曲的时候，台下都很疯狂，那我就很深刻的感觉到刘文正的歌曲的魅力是非常可怕的。那所以我就决定要办这个刘文正的金曲回顾演唱会。那演唱这个就是他的歌曲会有压力吗？没有压力，唱他的歌不会有压力。因为你只要开口唱两句，台下就会跟着一起唱完，所以会有压力的。因为刘文正的歌说实在，以前很多人也会唱刘文正的歌， 有人会模仿他，就是比较夸张 的表演。那我这次的演唱会呢，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环节。因为我觉得刘文正的歌曲的分量已经够了，就好好的唱，用心的唱，那么那个感动自然就会出来，就不用做太多东西。你会模仿他的唱腔，还是以你本身的唱腔？完全不用模仿的，就是以自然的唱腔来唱。对，我就吴启贤唱刘文正的歌。哇，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跟刘文正联络？没有，没有人联络多久？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跟他联络，因为他退出，他就是完全切割的退出，他就是觉得
这个阶段的生活，这个阶段的路程他走完了，那么他就是到另外一个阶段去。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何处。在地球。好幽默，好幽默的一句话，在地球，地球的某个角落就不知道。好好好，哎，这一次演唱会除了方文琳，还有你刚刚讲的徐伟、就是齐声大哥啦。这多长多久的时候，你还会再想到会举办多一次这样的演唱会吗？嗯，还没这个想法，先把这场做完再说。再把这一场，嗯，对，几月几号？跟观众朋友们讲一下。3月21号。3月21号在什么地方？在 Star Arena。对，也是在 Star。是哇，这样要人听启贤大哥演唱刘文正的歌曲，就千万不可以错过。3月21号，21号的 Star Arena， 启贤刘文正，巫启贤刘文正金曲回顾演唱会，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像拥抱着风。